上次推荐的梅西百货黑五 Top 10必买好物，大家是否有中意的呢？今天又来给大家推荐更多超值好物了。记得促销活动时间，线上和实体店都是从11月16日开始，线上的订单满$25即可美国境内免运费。Hamilton Beach 四跨托除湿机。Hamilton Beach 的除湿机是家用性价比超高的选择，四跨托对于人少或者不需要量太大的小伙伴来说足够了，七档可调节的速度可以满足各种使用需求，各个部件都可以轻易拆卸清理。Bella Mini Bakers 迷你烘烤机，这个迷你烘烤机的操作非常简单，大小适合一至两人食，不会出现做太多吃不完的情况，可以做蛋糕、棒棒糖、章鱼烧和鸡蛋仔、华夫饼等超美味的小吃，仅需$6.99，只差一个心灵手巧的你了。Kefalon 硬氧及氧化铝不粘锅十件套。Kefalon 这套锅具采用极为耐用的硬氧及氧化铝制成，能够快速均匀的加热，不粘涂层，耐用且使用寿命长，不锈钢的手柄不烫手。锅具放进烤箱能够承受高至450华氏度的温度。这套锅具包含了两个平底锅、一个炒锅、一个奶锅、汤锅和一个炖锅，每一个锅具都非常实用。 Art and Cook 储存盒100件套，这个套装一共有50个不同尺寸带盖子的储存盒，可以使用洗碗机清洁，非常适合用来日常收纳和存放食物、食材、护肤的小物件、玩具的零件等各种家里的小东西，出门的时候携带零食、水果、餐食也非常方便哦。苏米筋膜枪，筋膜枪是利用高频冲击的原理，让肌肉和筋膜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舒缓，并且深度渗透放松发紧的肌肉，比起普通的泡沫轴能更加精准有效地对肌肉进行放松和按摩。这款筋膜枪提供6种速度的按摩，还赠送4种不同的按摩头，来针对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使用，发挥其最大的功效。淡水珍珠耳饰，白菜价的淡水珍珠耳饰，珍珠饰品会让人显得温柔、高雅又有气质。8至9毫米的尺寸，不大也不小，可以随意搭配。以上就是这次梅西百货黑五大促销的好物推荐了。更多的黑五海报和折扣信息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个赞，分享给朋友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，会有更多北美有趣实用的内容等你来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